王兴，哎，何同志让你把他绑上啊，弄到屋子里去。肖磊，哎，你这得回镇上。我回去抹两壶豆浆，我天不亮我就回来。哎，那个何同志下半夜来替你，你经过徐老板酒铺的时候，帮我拿两坛酒回来啊。徐老板不让，哎，你就跟他说何同志想喝酒，他肯定给。你少啰嗦，开门，去啊。 女的，我秀一个，太重，一对的是高。女的在里头，男的在里面，我说的什么，得了理了。豆腐，能不能只给徐师伯豆浆，不给我带酒啊？不能重色轻友啊！吴老。 自己给绑起来，自己怎么绑？我说你们部队的不讲你们这些吗？啊，拿绳子把自己腿先绑起来，然后蹦着回去。把手绑起来，走过去怎么样？哪那么多废话，叫你绑脚就绑脚。 半仙，半仙，半仙呢？
わしが片付ける。連れて行け。徐老板，怎么回事？你干什么你？山妹，山妹啊，何同志，我没听见，你再说一遍。何同志，还有两个日本人都没了。怎么没的？东爷来过。你是不是喝酒了？东爷长翅膀飞进来的。谁打来的这么晚？会不会是县城啊？啊，他们日本人不睡觉。伯父，啊，能不能麻烦你去韩德海家去一趟，去帮着把韩风的尸体收一下。什么？这韩风死了？在自己家院子里。我师妹也不见了，那我媳妇呢？你媳妇在。我是小林东野，徐天龙。哦。你现在的心情很坏，让你猜着了，不能再坏。是不是想杀了我？现在也不敢想啊。我不信。我要人，他们活着吗？当然，活着。你保证？明天中午到鹰崖见面。你知道鹰崖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你怎么连鹰崖在哪里都不知道？我又不是韩德海，我一上山东南西北都找不着。那你要找到鹰崖，
在中午之前，明白？啊，你一个人来？一个人，带上好酒好肉，我们有五个人要吃。你知道是哪五个人吗？田中、赵仓、何同志、我师妹还有你。跟你说话很简单，明天见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我要是不去呢？你不来随便，你要是来，我可以给你个好处，给县城打个电话。你电话说什么？我跟县城说，香木镇据点平安无事，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好处？啊，你在说哪个的？和香木兰花要，香木镇四五百人，你也要帮，好辛苦啊！你也别得意得太早，山上有两个人在找你呢，找到你就要你的命。韩德海的女人在我手里，明天天一亮，我就上山去找她。说啥？反正我答应我师妹要上山的，我上山。徐老板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杜甫帮个忙吧。哎呀，你说都这个时候了啊！你说，你说，你去趟韩家，韩风还躺在韩家院子里，家里也没人，你，我不敢去，我怕。那行，我去，我去啊！不，你到时候碰到韩叔，你怎么跟他说呀？这人又不是因为你死，豆腐，啊，我就在这不动了，你回去再帮我拿一点肉啊、酒啊什么的过来。干嘛？东野要吃啊。正好借机会往里面下点砒霜，三炮在我那儿有，毒死东野和老二。何同志和我师妹他们也得吃啊。那何同志他们也在啊？东野说他们都活着。哦，徐老板，我真的想跟你一起去。你们两个在这看据点。哎呀，这据点都空了，还看啥呀？空了也得看，万一东野绕回来重新占领据点怎么办？哎，那倒也是。这个电话线，我不知道是让他通着，还是把他弄断。反正这个县城来电话，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你干脆把他剪了算了。那第二天，县城的日本兵就到了。通着，我担心东野用这个跟县城打电话汇报，因为东野带着能从中间打电话的那个东西。那还是剪了吧。剪断。东野答应我，明天跟我见面的时候给我一个好处，跟县城通电话报平安呢。啊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鹰牙在哪儿？鹰牙呀，我只听说过没去过。韩师傅不是老在那采药吗？哎，那他儿子韩风肯定也知。豆腐白讲，我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。回不来我倒省心了。从今天以后，天一亮，所有的麻烦事就得你们俩。大家都以为山上有七八个八路，三四天估计这真八路也就来了。现在有五六十个百姓在南边的水路望风呢，有个风吹草动，我跟他们说了，去豆腐铺找你。去豆腐找我？啊，那找就找吧。哎呀，都这时候了，活出去了，现在就指望灿烂和郑爽了，我要是没了，记着给我多烧点纸啊！哎，对，别这么说，你还有一条命呢。人就一条命，我又不傻。不是，你还有两条命，不是我记不清楚了。豆芳，那你去吧，这用不了这么多人，记着据点的门不用管了。徐老板，
万一洞爷这个时候又趁虚而入，突然杀回来，咱们就都死。豆腐，走，我送你，送你一下。线也断了，我告诉你，校书上说了，脾气大的人都早死。但你肯定还有两条命。枪声吧，你听见没有？没听见。你这么好的耳朵都没听见？敲敲敲敲敲，得敲！现在你是许天，我是东爷。许天，把枪放下。徐老板，找啥呢？有火柴没有？豆腐呢？豆腐回镇上去料理韩风了，说好了让我一个人先看着据点。你一个人在这儿？
这回自己看自己能看得住吧。 有病，请妈了。没事，我们得赶紧去先公所办通行证啊。你要给我，快快！怎么了？那个翻译官我认识。那不正好？什么正好啊？我跟我爹大半夜的把他从床上抓起来折腾了一晚上呢。 那咱办不了了。你等会儿，我想想怎么办啊。爹是怎么办的？这样，我在这儿等着，你进去把他给叫出来。好。什么？你就好，你知道怎么说吗？怎么说？你就说是我爹叫我们俩来找他的，然后你问问他这两天睡得好不好，还记不记得前两天来过这儿的八路。 这是香木镇北侧的山上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咱们走了4个多小时。后来走的山路越走越陡，我估计这个地方得有1000多米高，距离香木镇直线距离至少得有4、5千米呢。你看，外面那些鬼子，估计比咱们还累呢。我看他们是想暂时在这休息一段了。 现在应该得有8、9点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看洞口的那些树叶的影子就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别怕嘛，别哭了。我死了！啊？我也不想活了。 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导演，韩风为了救我，非要我从旧部里面回家来看看，结果还要死在我的眼前。我告诉他，我告诉他别动了，他非要回来。 死了，所以更不能死了。只有活着，才能看到他们还。赵仓，你给我进来！我要见东野。队长不在。 你不是说过，做俘虏最安全吗？现在你是俘虏。是。我现在是俘虏，但我想问你，你觉得是现在安全，还是之前在据点做我的俘虏安全？你心里很清楚，你现在一点都不安全，不是吗？我现在是在做你的俘虏，但是情况会一直有变化。之前你还有退路，现在你一点退路都没有了。 3分钟，他一定会回来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吗？是不是因为韩风死了，所以你觉得无法面对韩哥了？其实你能这么想，证明你希望自己能活着出去。韩风没了。
韩哥肯定会特别难受，可如果你也没了，你叫韩哥怎么活？我相信，你们俩都是一样的人，你们都需要对方，你们都很在意对方。既然这样，你们为什么要在见不到彼此的时候，为了对方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呢？坚强一点，千万别怕。 相信自己，跟自己保证，你一定能活着出去。向自己保证，有用吗？有用啊！我就老这么跟自己保证的，要不然经历生生死死这么多回，我可能坚持不到现在。 我爹呢？想我爹啦？胆子太大了，现在日本人在找他呢。所以呀，我爹派我们俩来找你，拿东西。拿什么？拿什么你不知道吗？通行证。还要啊？这次不要假的，两张。上次的事，皇军还在问呢。皇军？啊，日本人，鬼子。那我不管，两张马上要，你要不给，那我让我爹来找你拿。 这么倒霉呀！你嚷了就很倒霉，你不知道吗？行，茶楼等我。我都这么着急了，还喝什么茶呀？这办证需要时间的，上次你爹就是在茶楼等的我。行吧，那你快点。嘿，哎，上回你们来回。 就找那个汉奸办的同行证啊，就是他，给了两张假证。那岳父知道吗？知道，他那就没想回香木镇。哎，那他这回不会再给假证了吧？这回应该不会了。来的路上，何同志和乙兴哥杀了好几个小日本呢。哎，站住！哎。 你干什么去啊你？不是，拿来。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皇军问了半天呢。少废话，给我。钱呢？你爹上次都给钱了。那你得先让我看信才能给钱呀。哎，你这丫头怎么那么不讲理啊？啊，这回要再是假的，我和我爹跟你没完。哎，你回来。切。 这么一破包，你追我这么久，看你要是不想活了是吧？把包还我，我不想伤和气。嘿嘿嘿嘿，哥，口气还不小啊？这是你自找的。 哎，识相一点，滚吧！
我再说一遍，把包还给我，一起上。那么厉害，你看，我没打过，我爸也没打过，我今天打了，打了就打了。不是，我刚才打了好几个，这要再来几个也没问题。嘘，怎么那么多话？这过检查卡呢。你俩一起的啊？啊，一起的。好，过去吧。你出来。现在有九点吗？九点十分。这块表没等我还给你，你就自己先戴上了。本来就是我的。现在你是夫人。你这话说的怎么一点底气都没有？我不明白，为什么队长不杀你？杀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我更不明白，队长为什么不走，要在这等徐天。啊，徐天要来，一个人来？你们这儿也只有三个人，徐天的本事你应该是知道的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过不了四天，最多四天，大木山的部队也马上就会到了。是你把自己逼上了绝境。我不想死。没看出来。队长不在，我现在就能杀了你。你现在心里很乱。一点不乱，我知道你想把我弄乱。还是让我来帮你理一理吧。无论如何，你都已经把自己推到绝境上了。
要不死于徐天之手，要不死在韩德海手上。运气好一点啊，最多再能活四天，等大木山的部队过来把你消灭；运气再好一点，死在镇上或者其他的地方。反正侵略者的结局无非就这几种，本来我完全是可以保你安全的，我可以证明你已经是俘虏，而且愿意配合八路军。不过现在好像已经太晚了，你现在要杀我也可以，但是如果你还想要给自己留一丝机会的话，不行，这样也不对。说下去，说下去。我就觉着吧，对你来说我是你活着的保障，可是对我来说其实你一文不值，因为我不怕死，而你怕。我不怕死，只有活着才能回家。萨克拉，是我的事。どうして逃げないのですか？どうしてこの女のバルを殺さないのですか？どうして出廷を山に登らせたのですか？どうして？今日大変亡くなりました。今日でも亡くなりました。お前は帝国の軍人だ。你是故意激怒他，你想死？莫拉霍，随着鬼。你们别伤害他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如果我们俩人当中必须要死一个人的话，我替他死。好像你想让他活着。是。可就算你死了，他也活不了多久。徐天应该很快就会到了吧，他来了之后情况就会不一样。你怎么知道徐天要来？你把我们两个抓起来不就是为了要逼他过来吗？徐天是来为两个女人送死。那只是你的想法。哦，你给我一个可以替他死的理由。你是军人，我也是军人，两国交战，军人不得滥杀无辜，这是常识。可是你们的军人滥杀百姓，而八路军的军人保护百姓。现在的我无力杀敌，我只能舍命保他。嘿，很遗憾，我们不是朋友。这么说是可以了。不，乡亲，香木镇所有人的生死由我来决定，你没有选择权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你们要带他去哪儿？去见韩德海。那春天的歌谣，歌谣，才知道冬日的严寒，严寒。经过那古树的煎熬，煎熬，才会有秋天的渴望。
渴望，去过那沙地的大道，大道才会有包裹的荣光，荣光，还我战友，还我血，还我那河山，还我家乡，还我家乡，还战鼓擂起来，让战旗飘起来，把大刀拿起来，把钢枪举起来，把战鼓擂起来，让战旗飘起来，把大刀拿起来，把钢枪举起来。